哥伦敦警方话，驾驶一部货车喺伦敦桥上冲撞行人嘅三名凶徒，最初曾经想要租一辆7.5吨嘅货车，咁做会造成更大嘅伤亡，但系佢哋租车嘅付款未能获得通过。伦敦警方嘅反恐事务指挥官迪恩海顿话，调查人员喺货车嘅后面发现咗13个酒樽，里面装满汽油。警方相信呢啲系用嚟进行更多袭击嘅燃烧弹。海顿话，佢哋仲呼吁公众帮忙提供更多信息，了解喺博罗市场进行袭击用嘅颜色鲜艳粉色嘅陶瓷刀嘅情况。佢话呢一把30厘米长嘅厨房用刀具并不寻常，警方希望了解佢哋嘅来源。在6月3日的袭击当中，一共有8人遇难，将近50人受伤。死者当中3人是在伦敦桥上被货车撞死，5人是在博罗市场上被刀刺杀。在接获第一个报警电话之后8分钟，3名袭击者被警方击毙。